你不要离开朕，既然你不爱福儿，哎，为什么还要逼？哭的这么伤心，哎，还是看皆大欢笑吧。嗯，哎，留着今天做精选的苦瓜不见了。喂，您看看，今天精选本来是苦瓜炒牛肉，现在改成糖醋排骨了。啊？哎，少年伯虎的广告哪儿去了？咦，烛火的运城的内衣也不见了呀！喂喂喂，那。 大家一家人啊，可以不提呢，就不要再提姑姑的伤心事。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今天进苦字行，所有跟苦字有关的，还有近似音字呢，都不可以提的。好像，艰苦啊，辛苦、劳苦这些都不能说啊，特别是命苦，千万不要说哈。命苦这种事，不是说想甩就能甩的。喂喂，说了让你不要再提了，哼，真是。 早啊！哎呀，干嘛捂着头啊？他头痛啊，头痛好啊，头痛好啊。那可以餐，你要 A 餐呢？哎，这位美女要 A 餐呢，美女。哎，沙姐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不要紧，奶茶洗手呢，能排毒的，你看看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姑姑，你是不是让人点了笑穴了？ 你这样也不骂阿旺的，你姑姑向来都是笑脸迎人的嘛啊，心胸很广阔的。沙姐，看你心情这么好呢，我向你自首了，我今天不小心打烂了一摞碟子。好啊，照的不去，现在不来吗？哎，沙姐，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沙姐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呢忘了关水龙头，那些雪淹了整个厕所，可能这个月的那些货都不能要。好啊，我嫌那些货次，早就想换掉了。哎，演的太好了。哎，喂。 陈姑，早早，坐坐，照旧吧。陈伯，哎，照旧蛋挞一个。谢谢谢谢。哎，陈太太呢？哎，别提那个臭婆娘了，跟别人走了，还席卷而逃，连我的公积金也偷走了。好啊。喂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不是幸灾乐祸吗？ 陈伯，他不是幸灾乐祸，他的意思是说呢，我的意思也就是说，你老婆走了之后没人管你了，你可以包二奶，甚至包四奶了，而且呢，有病也不会传染给你了吗？岂有此理！我身为道德重整会的主席，怎么会出去鬼混？怎么会有病？有病的是你呀！陈伯，陈伯，你生气，你蛋挞还不行？嘿，你自己吃吧。哎，喂，哎呀，哎，哇，菜这么甜，喂，莎莎，你把糖当成盐了吧？啊。 新做法都是吴亲王太太教的吗？哇，怎么王太太血糖低吗？咸鱼肉饼也是又甜又腻的。哇，这个到底是甜汤还是汤啊？我想米饭应该没事了吧。嗯。哇，什么都这么甜，我怕下次忘了冲厕所会惹来一群蚂蚁。我们会不会糖尿病而死啊？也不会呀，菜甜不是很好吗？你们不喜欢吃，我全都吃了。 哎，你全吃了吧？哎，怎么吃啊，老妈？这么甜，你说怎么吃啊？怎么吃啊？喂，你来干什么？道天王，来找景景了。苦命婆，我们吃饭没空招呼你，我不用你招呼，我有男朋友吗？各位吃饭呐！哎哎哎！啊，我们刚刚吃饭，把东西放下，一块吃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什么也没带，没有带钱包，没带钱，连纸巾也没带。那我有男朋友吗？当然要吃他的了。 没有就没得说了，景景啊，你会供应我的啊！当然了，你要什么？我要不过呢，这间房有150只100的东西都不是属于你的。喂，嗯，哎呀，我们的东西就是舅舅的东西，大家都住在这里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别计较了啊！谢谢慈姑。听见没有？哎，慈姑，我忘了，这外卖是我叫的。景景啊，我突然很想喝鲍鱼粥，可是我又没有带钱。 我也没有啊，慈姑，哎，你秒钟之前说的话算话。谢谢帅哥，多少钱？谢谢101块。101，哎呀，就100块啊！莎莎，有没有零钱？有，来来来来来，有一块钱从集里拿出来的，拿去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零钱。谢谢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喂喂。 吃完了，快点走吧！今天节约能源，9点半关门，10点整要关所有的灯，撞着碰着别怪我。啊，啊啊这样啊，那我先洗澡了。啊，洗澡？你干嘛在这洗澡？在这里过夜了？我们是成年人嘛，女朋友在男朋友家里过夜，这也是很正常的嘛。静静啊，我没带睡衣啊。哎呀。
阿日，借件薄点就有啊。阿月，哎，你的样子这么银呢？哎，对了，我想给你借点卸妆棉。哎，我那个爱因斯坦什么也没带，这么麻烦。那我的卸妆棉很贵的啊，省着点用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一会儿还给你。哎，谢谢。又想怎么样？有没有爽肤水啊？你又想要什么水啊？要不要替你打翻引路啊？啊，这次呢，不只是借水这么简单了。啊，舅舅，你想要什么呢？自己去找吧。啊，不过我先声明啊，最后一次，我们不会再给你开门了。真麻烦呀，我要上厕所。不好意思，打搅了啊。你还知道不好意思？哎，行啊，你自己找吧。上床盖被子。哎，喂，舅舅，你干什么？啊，你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我的爱因斯坦鞋子的床上有虱子，想不到你们两个这么好心。那怎么样？也就是说呢，快点，睡觉了。喂，很痒啊。早。Good morning。早神采飞扬啊 ，really？ 你就神采飞扬了，我们都快神经失常了。算了算了，还痒不痒啊？当然痒了。喂喂，姐姐的。喂，舅舅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不要再到他那儿了。喂，那鸡鸡想吃自助餐吗？能花多少钱？难道你连舅舅也不肯借？够了。OK 姐好大喜功，科索无度，他就像以前那些什么费蒂呀、埃蒂那样，就差没开运河，兴建行宫了。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嘛，连一个女人也养不起，那将来我怎么能抱二奶养情妇呢？更何况建行宫啊，也是给我享乐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了。哎，大师姑娘，一会儿再给你们钱都到了。我呢，从万贵妃那里得到消息，公司要派人去什么格鲁吉亚？格鲁吉亚什么地方啊？哎，等等，看看地图就知道了。会在地图上哪个地方呢？会不会是山区呢？喂喂，是火山区还是热带雨林区啊？不知道。喂，会不会有那些什么科莫多龙啊？哇，那岂不是有酋长和土人？哦，就是说有天葬、无上妆，还有一夫多妻制。啊，这么荒芜，谁去啊？哇，你别这么大声啊！我是王先生的秘书，一定不用去。你们呀，小心一点。我怕什么？我随时可能又怀孕的嘛，对吧？你说要派一个孕妇去见酋长，我真怕那个酋长会说太迷人了，不让我回来了。我对那些火山灰都会过敏，过敏会死人的。啊，陈五哥那一定不会让我去见那些食人族的。啊，那就更没有理由呢，让我们这些有家室的人到处跑、啊。而且要背井离乡的嘛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大家都不去，那谁去啊？你呀、啊。啊？哎，舅舅。这是个大好机会，你不就可以借机会离开 OK 姐，不用让她克索你了？可不是，那边呢是一夫多妻制，正中你下怀，适合你，还不用问责。想想吧。你当我疯了？ OK 姐跟科莫多龙，我当然选 OK 姐了。 OK 姐她是文物，我有责任保护她。 Baby。 怎么这样啊，连我的戏也剪了？哎呀，真是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喂，十一哥怎么了？这么生气？都怪那个华帝啊，在记者面前胡说八道，那个监制一气之下就把那戏份给剪了。哇，那出戏你当他老爸呀？哎呀，完了，你连那个甘草角色也没了。可不是啊，你说生不生气啊？哎呀，这人倒劲没了，舌头也给咬了。哎呀，这么倒霉，快找个高人化解吧，别连累家里，害人害己。哎呀，你说话咬舌头那是不小心，与其找个高人化解啊，不如找个人了解一下更好。子姑啊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这么倒霉，哪有人要啊？哎，早餐第一。谢谢大哥啊。别啊，相信我，这批一定行啊。六穿一，别买了，很难中啊。不赌不知道运气好啊，而且又不是很多钱，你肯赌呢就有一半的机会，不赌就输定了，对吧？哎，咱们俩合伙。好吧。哎呦，怎么搞错啊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我炒你鱿鱼，我让你连公斤
要不这么狠啊？你滚！喂，你那天说用奶茶洗手能排毒，排你个头啊！哼！请你吃糖，你拿这张纸呢，去给那边那个哥哥。我这是天王我也，难道这真叫有缘无分？既然没好的，是不是应该找个差不多的呢？哎，雨珊姐，要做烧鸡啊？多重啊？哎呀，松哥，你给我挑一只精壮一点的，我一会儿就来拿。那如果不好呢？我可不答应你啊，季松。买一块西施骨，我一会儿就来拿。喂，老板呐，买什么？买菜可不可以多送几颗葱啊？送葱？是啊，送什么葱啊？送，没有啊，这里不送葱，我还不买你的菜呢。我关门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今天不是菜市清洁日啊？怎么小贩全都匆匆忙忙的收摊了？真怪你啊，又淫贱又风骚，弄得菜市的人呢，不是碰伤就是烫伤。大家一看见你啊，就躲着你，还不快点关门嘛？是啊，我只是找不到城，找个橘子而已。你要橘子是不是？给你呀，拿着，快走吧。你要不走啊，这个菜市也不会再开了。走吧。这回真是鸡飞蛋打了，只找到一个橘子。花蟹煮柿子。这两样不能一起煮的。红酒烩榴莲，会爆血管的。鹌鹑蛋鱿鱼煮鸡子，哇，人参炖萝卜。哎呀，幸亏还有一样正常的红豆汤，还有甜菊糖。喂，已经禁用了。啊，姑姑，怎么你做的不是有毒就是破气，还有高胆固醇的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有事啊？够了吧！我这么辛苦做顿饭，你们是不是不吃啊？你们俩嫌我是不是？不是。其实呢，这么丰富，这么多菜，我们两个哪吃得了呢？是吧？不如等婆婆还有阿日回来再一起吃啊！啊，也好也好。不用了，大嫂去喝喜酒，阿日去拍通宵戏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要不吃，要不死。你解决了，舒服了。哎呦。先坐一会儿，没劲儿了。这么大雨，一会儿再回去吧。你没事吧？你说我有没有事？拉了六次了。我拉了八次，比你多两次。你现在是不是跟我比谁拉得多？别生气了，我们吃了那么多有问题的东西，没中毒就算庆幸了。你还说呢？那个变态姑姑啊，做了那些菜啊，还逼我们吃，吃完了还不让我们上厕所，自己还霸着厕所，弄得我们要来这么脏的厕所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这全都怪我不好，根本就不关你的事。要怪呢，就怪姑姑和 OK 姐。如果他们两个要不是斗气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弄成这样。简直啊，当受害者了。不知道他们俩什么时候才能和好呢？我怕我们活不到他们和好了。不想这样，那能怎么样呢？我想到谁可以救我们了。我也想到了。喂，姐，喂，姐，干什么？急着找我？是啊，十把火急。我们要去格鲁吉亚，那是荒芜之地哦。没问题。你不怕恐龙吗？我们最喜欢看史前动物了。不怕火山和土人吗？没什么比继续留在家里更可怕的了。这样啊。
其实照我本人来看呢，觉得你们俩还不够资格。不然既然你们毛遂自荐呢，好吧。不过这次出差呢是很特别的，没有额外津贴，没保险，没有零用钱，没有车马费，连食宿也要自己支付。怎么样，后悔还来得及 ？Yes or no？ Yes。不过有条件，就要是立刻出发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嗯。去。喂，我没听错吧？你们两个居然肯替我们当替死鬼？阿年已经走了，现在连你也走了。如果金家有什么事的话，金家会绝后了。那这样吧，我替你跟王先生说说吧。哇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再多事，就当我们两个再度蜜月。是啊，我们是自愿的，未免夜长梦多。我们答应了，还要马上就出发呢。哎呀，不用这么着急吧，我查过了，经济客位全满了。我们自愿补钱，买的是头等机票啊。啊，那签证呢？今天领事馆好像关门了。这你放心，我已经上网办好了。喂，可是人生路不熟的，吃住那些啊，也要先安排一下吧。哎，那边有酋长招待我们，大不了跟他们一起睡山洞吃生肉喽。想不到茹毛饮血你们也肯去。喂喂，就算他们肯照顾你们衣食住行，那内裤也要多带几条吧。我当然早有准备了，行李呢我早就收拾好了。哇，舅舅，我们这次非走不可，你不会怪我们吧？我们走了以后你有好自为之啊。哎呀，喂，怎么说的像是永别似的。不要再说了，再不走我们真的要安息了。是啊，那快点走吧，出发。不送了，慢慢走。走了，小心。你爸爸打电话回来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好了好了，行了。一路平安，一路小心。知道了。哎，看着点。拜拜拜拜。哎，你找谁啊？哎，你找谁啊？什么事啊？谁啊 ？Hello， yes， very good。装模作样，你的账今天到期。什么事啊？再宽限两天吧，两天后一定有，哎，一定有。一天拖一天，你活腻了！打人了！喂，你干什么打人呢？信不信我报警呢？报警？欠债还钱啊！天公地道，我怕你啊！晶晶，你怎么欠他们钱吗？一个星期连本带利，一共是42000块。哇，你这个人啊！花钱花的没节制，就像倒水一样，一定是去豪赌了。不是。哦，我看他一定是去狂饮了。我是喜欢喝汽水啊。不是，他像吸毒。吸毒哪有像我这么胖的呢？我知道了，喝赌吹，还有你玩女人呢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还对得起我吗？是啊，我是玩女人，我只玩一个，那就是你。每个月初，光是买 AV 提包，吃意大利菜，要10000多20000块。我这次啊，借高利贷，目的是想帮你甩掉“倒贴王”这个外号。你借钱是为了我？你不是想告诉我，你借高利贷为了这个丑女人？是啊，我宁愿你说你老妈怀孕了，要不就你老爸怀孕了，这有点说服力嘛。大哥，怎么打我也无所谓，但是不要在我面前亲我女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受够了，不就40000多吗？我立刻去给你提款，不够的话。肉偿，不必了，你妄想。热宁斌，谢谢啊。本来还想占便宜，结果反而还要赔本。恭喜你呀，有人回归呀，倒贴王的宝座上。没你那么厉害，我的位子曾经让出去了，你苦命婆的位子可不是了，做得多稳当啊！你带的后官啊，吃了摇头丸也甩不掉啊。送花，谢谢。啊，送花。啊，环顾四周，一定是给我的，谢谢你啊！啊，你这金莎莎，哎，慢着，这花是送给谁的？别开玩笑了，你们几个家长没有200，有150了，叫金莎莎收花吧。喂，别生气了，这花是给我的，我就是金莎莎，谢谢你了，小哥哥。哇，这花这么漂亮，一定很贵了。啊，是谁这么阔气呢？也不是菊花，是菊花就有可能有人上错盆了。上面有卡片，哎，可能有人暗恋你呢。不必啦，怎么会有卡片呢？没人追的女人呢，最喜欢逢年过节给自己送花了，装什么呢？假装有人追呀、啊！我才没你那么下贱呢。哎，你们吵什么？哎，小心点。请问你，这花是谁送的？是不是女人自己给自己买的呢？啊，娜娜，虽然她的样子呢有点像男人，但是我肯定不是她。哦，那谢谢你了。喂，听见了没有？哎，这束花是哪个男人送给我的？哦，他的眼睛不算大也不算小，个子不高也不矮，不是帅哥可也不算丑。那到底是谁啊？哇，这么热闹啊。那就是他。哎，虽然他的面目比较模糊，但是我肯定就是他。
你哎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看看你，真是的，十一哥，哎，这束花是我送给你的，我想了很久了，我始终觉得最适合的人选呢，就是你，你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喂，哎，徐天志。恭喜你了，这回苦命婆这个名字你可以甩掉了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齐哥，你是不是瞎了眼了？哎，是，我要拍鬼眼了。徐天志刚刚才告诉我，他要开一部类似鬼眼的戏，让我当男主角，当老爸。哦，这回啊，可以跟齐云高手拿一将高下了。恭喜你啊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哎，是谁掉的钱呢？哎呀，这是天教横财，快把它收起来。这样不太好吧？那先放在我这儿，三天之内呢，要没人来认领呢，就是我的啊。好好，真灵验，没想到半日仙这么灵验呢。难道你找半日仙摆了桃花阵呢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根本不信这一套。我看我最近呢这么倒霉，就去找半日仙给我指点迷津。他让我做一个大功德来化解晦气。我想了想去呢，最大的善事莫过于送束花，给你这个苦命婆了。啊，真的一束花到你手上，我就忘得我自己都不相信了。哎呀，忘啊忘啊。哎呀，原来是日行一善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苦命婆位子啊要继续坐下去了。当天王苦命婆，当天王苦命婆，当天王。千万不要啊，不必那么多事了，当我们两个再度蜜月吧。是啊是啊，我们是自愿的，未免夜长梦多，我们呢还是答应了吧。来来来来。真的打他，要真的打他。哎，我这么快全关门了，全都怪你啊，又淫贱又风骚，弄得菜市的人呢不是撞伤就是烫伤，是人呢看见你都怕了，还不那个麻麻。